到只是简单的和朋友玩地图，却让我如此难受。事情的起因是呆呆找我玩地图，我就想着，哎，可以啊，我很喜欢和朋友一起玩地图的，主要一个人玩太孤独了，就选了一个双单一线牵的。刚开始我们玩的还挺好的。来，三二一，滚！不走。OK， 冲！跟不上了。哎呀，不是你这开局，你一边冲冲打，哎呀，我不去了。那我都到这儿了，你说咋办呀？OK， 你等我，往前甩一甩，往前甩一甩。哎，你这么重的吗，麻薯？你太胖了吧！这个时候我失误了，他就说我重，因为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我也觉得没什么。然后这里一直上不去，他还在说我重。我先走，我先往这边拉，往这边拉。哎呀，哥，你是真胖啊！我这咋过呀？寸到寸大，但是我没有，所以我分位也上不去。玩到一半他就突然不耐烦了，又开始说我。你自己看一下，我都到这儿了，你给我突然甩一下，我到那儿我上不去，我这咋带你啊？咋带不上去？你那么胖，你给我甩前面，我咋带啊？但是吧，我和呆呆玩地图平常也会拌嘴，就想着算了算了。但他真的很过分，他自己跑，我就在下面吊着。来来，跟着我跑就完了，你别管了。啊，服了。你服啥呀？服了，这地图我带着你过，你还服上了？我他妈真服了，哥们儿，你自己能过是吧？你自己过，你能一个人过？你看我这是不能过。我靠！我真的，这里其实我都有些生气了。玩地图不就是双方配合，玩的乐趣，玩的欢乐？但是现在他似乎只想到达终点。哎呀，你往传送门走啊你！哪呢嘛？我看不到嘛！我到水底下了，你在干啥呀？我没看到嘛？你凶啥呀？你有病啊？不是哥们儿，就在你脸上，你跟我说你看不到，你眼睛长哪儿去了你？因为我第一次存档没蹭到，他让我复位，结果又说我，然后接下来他对我一顿输出。那咋办？咱俩先复位吗？复位呗。那我复位不上去啊，我在终点。你等我传送条。那我游过去。OK， 来了，传送条底下，看见没？看见没？走啊！穿。哎呀。我真服了，不是你咋又跑那么远去了？能别动吗？我上面那个传球过去了之后，你往下边走就行了呀，哥们儿。你能不能走？你在这等我，我先把传送球扔过去一刷 ，OK， 我现在刷下来，看到没？传送球在这儿，走上来，走上来，这不就上来了吗？时候我一句话都没说，是因为我有些哽咽了。我想好好的玩游戏，但是我感觉他就不在乎我的感受，只想着自己多厉害，一个人也能把我带到终点。哎，咋不说话了？咋说你两句玩不起了是吧？啊，麻薯，没有，我刚网卡了，走吧走吧走吧，我刚网卡了。网卡你早说，不说话。你等一下，我说三二一起，你一个人跑呗。你看这不过来了吗？这是。越难受，然后就会频繁的失误，现在他又不耐烦，后面他也一直在说我，一句话也没说。慢点，走 OK， 走，我等你。你拉我，你弹性太大了，那你直接走吧。你看这不过来了吗？那我又没过来。你没过来咋办？就要到终点了，还在说我。这马上就到终点了，能不能走了？OK， 站，现在站同一个线，等你了吧？嗯。没有，走，走！哎呀，我站那等你，你都走不了是吧？哎呀！我真的这时候非常难受，直接退出了游戏。经过这次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玩游戏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和朋友一起玩也是一样的道理。卡关输赢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和朋友在一起玩的快乐。啊